中秋连假第一天，国一国三部分路段清晨拥塞，其余大致顺畅。港人十一游行遍地开花，港警多次举紫旗警告。高启权正式离开中国紫光集团，留下重重负债。专家分析，美中科技战让陆气现形。美国联邦调查局拍片曝光共谍手法，角色原型曾派驻台湾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八点新闻。